世界上很多伟大的发明都是由偶然开始。牛顿偶然发现万有引力，无独有偶，李锦上于1888年意外发明了蚝油，并在珠海南水创立李锦记，从此将大众的饮食品味提升至新层次。时至今日，李锦记蜕变成享誉全球、拥有酱料调味品和中草药健康产品两大业务的跨国企业，由单一蚝油、虾酱发展成拥有200多种酱料调味品，实现有人的地方就有李锦记。近年更超越梦想，产品3次随神舟太空船升空，连国际太空站都有李锦记酱料的踪影。一个百年企业就此诞生。一代又一代人的艰苦创业持续发展，令李锦记不断进步，产品质量不断提升。李锦记与时代共荣发展，见证世界的非凡创新。18世纪后期，随着淘金热潮，大量华人移居美国，落地生根。其后，他们的经济能力逐步改善，有的更经营餐馆，让李锦记产品可以远销北美，开辟海外华人市场。1950年代，货柜正式装船运输，开启近代航海运输新纪元，令李锦记的产品畅销全球。1972年，就任主席的李文达先生乘着熊猫热潮，创出熊猫牌蚝油，成功将价廉物美的蚝油产品进一步打开海外市场。之后以无数脍炙人口的产品开创饮食潮流，并设立6大生产基地，满足各地消费者对美食的追求。时至今日，李锦记的产品风行全球100多个国家及地区，成为享誉国际的酱料品牌。近年更积极购入物业做业务发展。务实诚信是李锦记的经营宗旨，一直以来我们以品质为先，坚守100-1=0的生产理念，对质量绝不妥协。我们严守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一道防线，务求带给顾客最安全最优质的产品。多年来我们坚守本业，积极在世界各地实践发扬中华优秀饮食文化的使命。李锦记不断推出多元化酱料产品，以迎合不同客户消费者的口味、饮食喜好及文化，并积极发展零售、餐饮、工业及电商市场业务，扩大产品需求。永远创业是李锦记持续发展的命脉，凭着6677突破创新、永不松饼、效益动向精神，我们在1992年创办李锦记健康产品集团，肩负弘扬中华优秀养生文化的使命，满足大众对健康和快乐的需求。时至今日，李锦记健康产品集团经营多元化业务，包括中草药健康产品、中药材种植、中药产品生产与销售、物业投资、领导力顾问服务、回馈社会项目、爽工程，以及为初创企业提供创业投资。集团旗下成员无限极，通过高品质的中草药健康产品，传播养生固本、健康人生的独特健康理念，并持续开拓市场。目前无限极在中国内地拥有南北2大生产基地，
现有五大系列、六大品牌，共145款产品。2017年无限极品牌价值超过658亿元人民币。天方健业务包括中药材种植与管理、中药产品生产与销售，以正本清源推动中药行业健康发展为使命，致力于提供高品质、好功效、真到地的中药材原料、中药饮片和中药产品，秉承永远创业精神，集团成立无限极物业投资，通过持续优化的资产管理，提供创新和超爽的顾客体验，现实拥有的物业遍布全球。本着我们大于我的精神，集团近年开始与各界分享实践企业文化的经验，并成立自动波领导力实验室，为不同企业举办工作坊，共创更卓越领导力模式，培育更多无形领袖。集团亦计划启动爽工程，通过5+1加其他理念，共创更爽世界。此外，集团成立爽资本，为初创企业提供创业投资，帮助人类活得更快乐。目前投资领域覆盖医疗、教育、农业及食物科技，项目遍布全球。酱料集团亦不断创新，与时并进，在全球厂房优化生产设施，加强生产流程自动化及智能化。位于广东新会的厂房备有3000多个酱油缸，更引入世界顶尖技术，令酱油的产能及质量大大提升。李锦记一直面向世界，以酱料作为桥梁，努力开拓业务。私利及人是李锦记核心价值中的核心，渗透在集团每一个层面。无论对客户、生意伙伴、消费者和员工，都以直升机思维换位思考，关注对方感受。产品而言，李锦记一直站在消费者立场思考，了解顾客需要，让大家买得安心，食得放心。李锦记有许多长久的合作伙伴，历经数代人，彼此建立互信的深厚情谊。而这份情谊更延伸至员工及环境保护上。李锦记坚信员工是企业的宝贵资产，重视员工福祉，为他们营造爽的工作环境，并推行3平衡理念，希望员工在健康、家庭、事业三方面取得平衡。李锦记又积极推动绿色生产，投入大量资源进行研究发展，尽力减低对环境的影响，众多的设施更是领先行业。李锦记私利及人的体现还可见于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上，多年来支持教育办学，捐赠医疗研究，修路筑桥，无论是酱料或健康产品集团，均乐于造福社会，与大众共享成果。酱料集团创办希望厨师，培养有志青年学厨圆梦，又积极培养中餐烹饪人才，在各地推广中菜烹饪。集团又成立环球义工队，鼓励员工透过履行社会责任，实践私利及人和造福社会的核心价值。健康产品集团持续回馈社会，无限极捐资成立私利及人公益基金会，资助一系列公益活动。又在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捐资设立李锦上健康与快乐研究中心，帮助人类生活得更健康快乐。
李锦记由小作坊蜕变成百年跨国企业，与世界同步，见证历史巨轮的跃动，百炼千锤，成就今日丰硕的成果。今后李锦记将秉承四代人的艰苦奋斗，努力拼搏，与员工齐心合力，把这盘家族生意无止境的延续超越千年，共创璀璨未来。红叶突破130，携手再创新里程。